像戴泳帽最快。会不会是把它装满水，然后这样放下？对，最近不是很多人在做啊。我很大很久嘞。哦，真的吗？你要讲这个，像悬疑一样的话。我还要准备道具，我先过来等一下。对啊，水的水不是，你那是滚水的，不是。来，好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